来看会不会冻结啊？看会不会50%。看一下，这是300转以上的，300人以上的演出啊，标300都好，这已经是300起跳。标300就好。危险！天狼星最少是100起跳，那因为这个是爆，所以我想看一下到底会多少。超高缺入机会牌，机会牌是50%排版，它已经14点了，所以是非常有期待度的。超高缺开牌的话，我记得是多少次确定了。拜托要开牌了。不是确定的。选这个好，这个比较好。开一批吧。这一台的 EP 有个优惠，我记得其中有个 EP 开的话是内部的那个 cable 是 S 啊。这个蟑螂的叫声真的很靠北啊。这部动画是真的算是蛮好看的，尤其是在火星篇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。
狂加，短速啦。他动作。观鸟，绕赛，哎哎。好烂哦！
Yeah.
你想的就是这些。你知道吗？这是什么？